呢度就係司馬庫斯嘅入口啦。呢度有嗰啲原住民嘅像啦。呢度有間 coffee shop 係冇開嘅，喺呢度上嚟。咁嗰邊係有啲學校啦。咁你可以有 public toilet 同埋泊車都可以泊喺度。呢度有嗰啲 snacks bar 啦，買啲酥粉啦，嘢飲嘢食，杯麵。站呢度咧就有特别你可以食下嘢啊，食下 snacks 啊。咁呢度就有啲酥粉可以买下，同埋呢边有得干粮啊，同埋有呢个嘢饮啊。呢是另外學徒，呢啲就是住的地方，司馬庫斯住的地方，有些小木屋啦。咁呢度咧就有間食品鋪，呢度仲有一間食嘢嘅，不過 so far 咧已經冇嘢食噶啦。呢度有養魚，呢個就是餐廳。停車場有些毛，這裡就有個食品鋪，不過不是經常開的，限時的。介紹翻司馬庫斯咧，就有幾個行山步，包括咗呢個神秘谷瀑布啦，即係生態嘅地方。另外咧，就仲有呢個司馬庫瀑布，就係而家要去，仲有呢個巨木區。有隻狐狸物體。呢啲就是原住民自己住的屋啊！可能以前呢度是收費亭、車場。呢边可以去生态公园同埋呢个部落观景台。呢个就是个观景台，一望无际嘅，太阳就仲未落山，而家系等点几。生態公園土
草地好肥沃。呢度有個巨木群登山口，下一個圈咧大約四個鐘度，咁聽日先行。而家就係行呢個巨木區，但我哋就係行呢個司馬庫瀑布。呢度就是去巨木登山口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是三点半了，这里都有很多红叶，我都开始凋谢。这里有很多竹林，很大风就摇下摇下，所以一点都冧了。这是以前旧的通道，现在有一条新，不过这里有个集会所。有排长凳可以俾你坐，继续行，有啲水声。行到過了 0.5 公里呢，這裡就有個標示，就說可以去瀑布，再前行就神木，這裡就有神木，這邊就應該是去瀑布了。現在試試，這個就是瀑布了。这个就是吃晚饭的地方，这个就是晚餐，猪肉，餐猪肉。現在6:00咁開始準備吃早餐，佢有粥啦、肉鬆啦、麵包啦，之後有啲蛋啦、火腿啦、一啲
菜啦、炒菜啦，同埋最後有奶茶啊。呢度有啲觀光小巴會嚟，包括迷你兔啦，包括呢個老手掌車隊啦，都幾多。呢度咧有唔同嘅屋。用屋型住，有呢啲啦，有前面有啲啦，仲有下面都仲有唔同種類。一走咧，佢就入去執房，揸住一電單車入咗去。